欢迎大家收看提子哥哥，今日我哋去湾仔。考下大家，如果唔搭港铁，仲有咩交通工具可以去到湾仔呢？答案就系搭天星小轮，由尖沙咀过湾仔就可以搭天星小轮啦。呢个系往湾仔。啱。上面嗰个咧？就系往中环。往中环。咁啱唔啱啊？唔啱。我哋要去边度？去湾仔。系啦，往湾仔。香港嘅风景靓唔靓啊？靓。香港就叫做东方之珠。你又知嘅？上次有人嚟讲嗰度，话俾我听。香港是东方之珠啊。东方之珠是不是一只屁屁猪那些猪？不是。那是什么猪啊？是珍珠。是珍珠那些猪啊，嗯，是珠珠啊，真的很珍贵的靓嘢咁解。是啊。会展在哪里啊？喂，我地公婆就来了。其实我阿妈咪唔好食啦。唔好碌落去。OK， 捉实我只手。我哋抢钱啦 ，Go Go Go！ 小心跌个电话落去啊，妈妈，跌咗落去就唔翻噶啦。即系你睇下呢个钱都可以反过去唔同方向嘅坐。耶！我哋开始啦 ，Go Go Go！ 拜拜。哇，开心啊！我哋而家去湾仔，好靓啊，好舒服啊！拜拜尖沙咀，拜拜。哦，嗰个咪系启德咯，启德邮轮码头咯。有个倒转嘅梯形嗰嚿咧，就系红磡体育馆啦，有好多人喺嗰度开演唱会噶。到啦，我哋而家埋岸啦。地方 ，Go Go Go！ 而家即刻片。2023年1至9月，致命交通意外比起上年系多咗21%喎。所以咧，今次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就嚟到宣传，究竟点样系过马路最安全嘅方法，话俾大家听啦。唔好咁样喺两架车中间摄过去。因为对面有车你都看不到的了，就会撞死你的。不要行近不近这个大型车咯，这个就是说。那要用什么来过马路啊？第一个是不用隧道，第二个红绿灯，第三个斑马线，第四个行人天桥。这四个都是安全过马路的方法。揸车是不可以跟其他车碰撞的。好，我到你揸啦，睇下你揸成点先。好，哥哥。哇，成功！揸住电话一路揸车一路打听电话，系咪良好啊？唔系，上面嗰个就良好啦。佢喺踩单车径度踩单车，呢一个绿公仔过马路又系良好喎。耶！呢个游戏系考反应。这个贪玩游戏是讲咧，
道路要守咩規則？可唔可以違例泊車啊？唔可以。咁要唔要跟交通標誌安全啊？要。係啦，綠色嗰啲就啱啦。哇，中咗！今集介紹咗咁多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俾個上次跟我啊，拜拜。